警察哦，都是安怎？拄则根本哦，都分家己也八假，无去探听我好大是啥物人物啦。我若是生气哦，我规气家己母家掉到你头啦。好姐啊，今摆已经无流行去绿岛唱小夜曲啊。迄马祖哦，有一个连江分界，你来感觉台湾收过自由，我会当送你去马祖唱雨夜花。你也知影我是多会搞做会搞。嘿，家己啊。你嘛知影，好就误会啊！别看没有，安尼互你讲生笑。你嘛知影你误会啊？现在这个情拢未改啊！一天到晚为非三做你啊代志，这叫我替你去卡账。哎，嘉义啊！你嘛知影，我甲你过身的老爸哦，是换贴的兄弟呢，嘛算是你时代哦。你大概骂我，敢那未嫁同款。好姐啊！我若是你这种不好囝哦，你爱爸母话的时阵，我早就把你电死啊！我真正有你气死的，想要大便都要浪费我的专业，伫个你这种社会败类的身上啊！我若是看到阮爸面子上哦，我得平大惨你的。讲，你当时要收卡洗手？紧啊啦，紧啊啦！紧！你若是无赶紧讲哦！我家直接喊来去关较紧啊！不要叫我来救。哎，嘉义啊，我找你哦，嘛是给你机会认识做律师呢。你看，你的口才愈来愈好，是啊，会当讲作是我的呢。哎，我再讲，我唔是无付你钱啊，对不？啊，讲到这我差点忘记啊。这个汇款单哦，给你。基本同款，一个案件100块不二价，你直接汇入去这个爱心助养儿童基金会就会用啊。爱记哦，我是会去查哦。我知啦，这个基金会哦，一支条啊，嘛是我赞助的，我知影要安怎做啦。我真正想无的，你若要做爱心，直接捐钱就好啊。现在这要做歹代志，还佫开钱叫我做你的辩护律师，你敢知影我案件足多，我足无用的。阿哥有，拄只迄警察讲的话，你有听清楚无？即便是你好教阮，台湾是共法律的所在，你若是要继续做这种歹代志，明天哦去有迄检察官甲你交代的代志哦，拢查查出来，你就准备去食免钱饭，住在伫咧内底养老啊！好啦好啦，嘉义，卖阁念啊！我真正挡袂牢你安尼甲我念啦！当作我爱念哦，天气遮尼热，我讲我就喙呆呢。律师，你病因了来啊？资料嘛来啊？我人拢救出来啊，资料才来是对还是不对啊？就是讲，嘉义，你倒位找的助理啊？那才两公啦。好姐啊，这无你的代志，那邮局还袂乖，赶紧回去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行行行。吴博义。哎。你面刚也是搁提到，我得直接扣你的薪水。我律师歹势啦，我知影是我唔对个啦。不过我拄则已经用我上紧的速度赶来遮咧，我一条非常不错啊。我伫路顶看到迄交通事故啊，哎呀，他可是活长诶。我一看迄状况唔对啊，我得甲车停伫路边。我好糖，五公里走15分钟，我就到遮啊。你看外面啥，脸红气不喘。阿哥，这是我的心率。哇，这等级好当时也是奥运选手，真正是好棒棒哦。嗯，我等你啦，你得用走的，等去事务所啊，事务所做练习。我看是不是会到街头去做奥运选手，安尼较有前途哦。奶奶，我家己叫车等去就好啊。律师，拍死啦！我真正是我唔对啊，阿哥，这是我第一届迟到尔咧。而且你叫我街头啊，我是要怎跟随你的脚步啊？你若是要追随我的脚步哦，就袂当迟到。咱阁有这个诉状还袂写诶，行啦。Yes, madam。我想起来啊。
迄个律师是谁伊啊？世间哪有这多好的代志啊？哪有两个人会生做这么像啊？在忙，也要喝杯咖啡。两杯浓缩不加奶精，成，跟你讲的比啊。这咖啡的温度不拄好。来，阿狗子，你想爱吃77%的巧克力，配这咖啡哦，补充能量。啊，你明仔早上开店的时阵，一定是有效力。你敢会记得明仔日透早要开庭，我给你当事人的资料，你敢有准备好势？我等下要跟伊做线上演练，确保伊会当顺利诉请离婚，争取到最高的民事赔偿，把伊个渣男前夫哦杀得片甲不留。有啦，我已经有咧准备啊。啊，你伫咧想啥？动作就要较紧的啊！你敢知影效率两个字是变哪下？我当然嘛知啊，拜托，我拄才已经利用哦，去帮你买食物件的时阵啊，顺便把你的衫已经遐洗啊，啊而且你要送给你妈的花，我已经订好啊，啊佮有你要爱的优格，我已经买好，啊放你冰箱内底。吴伯义，你敢知影在做代志哦？有轻重缓急，你即马是我沈佳瑜律师事务所的法务助理，你上重要的代志。就是把我迄案件的资料拢处理好势，所以你做代志的时间你要分配好嘛。我当然嘛分配好啊。啊，不过我认为你嘛是咱沈佳宜律师事务所的灵魂人物呢，所以我认为把你生活先照顾好，这是第一顺位。啊，无啊，参照你这种生活白痴，是不咱好好认真拍官司啊，对吧？生活白痴吗？你连事务所的咖啡机都用不了用啊！啊，龌龊啊，还有导游你嘛分不清楚。我看你的头壳吼，拢提白发条啊啦！你说你是几号？你敢知？讲唔出下，就是有这下，所以才需要我这个万能助理啊！我实在无语。今晚来找你哦，真正就歹找。我用过这么多人哦，嘛只有你符合我的要求，任劳任怨。Of course， 我跟你讲啦，不是每一个人哦，拢参像我安尼欢喜做甘愿受啊。啊，我知道，伊服务这个手持六法全书的恶魔。知影你伫业界封号啊？我会封号。嗯。我会封号，敢是金发尤物？没有。你哦是参照讲个电影演的内底哦，女魔头。啊，只不过人是穿 Prada， 啊你是《数字六法全书》的。恶魔。啊，不过我知影，你不是吼雕工要给员工这段压力的，对吧？你是因为 你的能力伤好啊，这 case 拢接不完啊，所以你无时间处理你爱叔叔吼，才吩咐我这个小助理啊来帮你处理啊呢。怎样就好啊？别个一直找我开讲啊，赶紧整理资料。Yes, madam. 对了，子律，我有件代志要问你。不准问，少说话，多做事。不是啊，子律，我感觉啊，你明明就是这有正义感的人啊，想起遐个乌道啊，佮感伤，啊，你是安怎偏偏就一直这面的 case 啊？因为钱多，钱多，聊天
丁，劫富济贫。